如果这个写的话有个问题啊，这写是谁的？是我自己的写吗？那怎么会？如果是这种溅出来的，应该是从对面溅到我身上的。如果我自己的写呢，是对，是流下来的。对，这有流的血，然后你这儿溅的血是别人的，是别人的。那就是因为还会拍我跟国华在那儿处理那个地雷的那场戏嘛。那场戏之前我就应该有这个血了。因为你在踩地雷，国华走的后面是有敌人过来。有敌人过来我动不了呀。我踩出地雷我就动不了，我只能猫在那儿嘛，就中间我不可能再有血溅到我身上了，就只能是我去按那个地雷之前就溅在我身上了，所以这个估计得接。所以你们今儿做了的话就得拍照，然后拍那场戏的时候就得还原那个线，其实就是做的像擦伤了一样。对对对，这些都可以做。被炸伤之后，那个冲击波把人炸飞之后肯定会磕着，所以可以。然后22级那个恢复了一点，就是也没有那么脏了，这种淤青还可以有一点点。放心大胆加吧，刚从战场上被抬下来，就这一场，怎么都行。嘿呦！